出埃及记第四章一节，摩西回答讲：因的确唔信我，也唔听我的话，要讲耶和华也唔捌对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手领是虾米？伊讲是乖啊。耶和华讲：迄只地里，伊一迄只地里就变作蛇，摩西就遭闪。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伸出手来抓伊的尾，伊要伫你的手中游玩，变作乖啊。安尼，倘乎因信耶和华因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对你显现。六节，耶和华阁对伊讲：将手下伫胸前，伊就将手下伫胸前，到抽出来的时，看手已经太高，八亲像蛇。耶和华讲：阁将手下伫胸前，伊就阁将手下伫胸前，对抽出来的时，看手已经复原，甲全身躯的肉一样。八节，阁讲：这是因无听你的话，也无信头一个神也，因要信第二个神也。这两个神也哪拢唔信，也唔听你的话，你就对河里养水，倒伫大地。你对河里所养的水，要伫大地变作火。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讲：主啊，我平素唔是会讲话的人，就是对你甲仆人讲话以后，也是安尼。我本是嘴子钝的人。十一节。耶和华对伊讲：创造人的嘴是虾米人呢？虾米人予人一狗、臭人、目睭金、青面呢？敢毋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啊！我要使你口才，只教你所应该讲的话。十三节，摩西讲：主啊，你愿意找虾米人，就找虾米人去。耶和华对摩西发生气讲：毋是有你的兄哥利未人阿伦吗？我知伊是会讲话的人，现在伊出来迎接你，伊一看到你，心内就欢喜。十五节，你得将同讲的话传予伊，我也要使你甲伊口才，搁要指教恁所同行的事。伊要替你对百姓讲话，你要对伊准做嘴，伊要对你当作神。你的手得拿这支拐啊来行神迹。十八节，对安尼，摩西转去伊的丈人叶帖罗遐，对伊讲：求你容允我转去看我伫埃及的兄弟，看因要伫咧阿无。叶帖罗对摩西讲：你通平平安安的去啦。耶和华伫米甸对摩西讲：你着转去埃及，因为爱害你的性命的人拢死啦。二十节。摩西就带着母甲两个囡仔，和因徛离转去埃及地。摩西手里拿神的拐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转去埃及的时，要注意，将我指示你一切的技术，行在法老的面前。但我要让伊的心刚硬，伊也无要用阮百姓去。二二节，你着对法老讲：耶和华安尼讲。以色列是我的子，我的大子，我对你说过，用阮我的子去，通服侍我。你也是不肯用阮伊去，看，我要杀死你的大子。二四节，摩西伫罗里秀美的所在，耶和华拄到伊，想要杀伊。西波拉就摕一块火石，挂了伊的子的羊皮，迄伫摩西的脚前讲。你真是我血的丈夫，安尼耶和华才放伊煞。西波拉讲：你因为割礼就是血的丈夫。耶和华对阿伦讲：你去旷野迎接摩西，伊就去。伫神的山拄到摩西，甲伊撒金。摩西将耶和华找伊所讲的话，甲吩咐伊所行的神迹，拢甲阿伦讲。二九节。摩西阿伦就去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，阿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讲一切的话拢讲一遍，搁伫百姓的面前行遐个神迹，百姓就信。以色列人听起耶和华眷顾因，监察因的困苦，就仰头敬拜。
Thank you.